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美名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。出埃及记17:15。这是摩西和同伴们经历了和亚摩利人的征战得胜后，摩西为遇见神，认识他的名而筑坛纪念神。在我生命路途上，当要认识神的名，也要寻求他的名，经历他，得以彰显神的名，使我得着感恩的心，不自私自利，也得赞美的生命，充满喜乐。主啊，我何等感恩，得以认识你的名。孩子何等渴慕，全然认识你。愿你帮助我，赐我力量。也求你叫我的生命品格能被你提醒，被你改变。因你是我的神，是我的惊奇，我愿成为你的器皿，每日向你献上感恩的灵祭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经历你奇妙的作为，一次一次被你的爱吸引，开启我心，使我更多明白你，赐我话语，给我你指引，无人能够在你面前逃避，我软弱时你说我要爱你，困境中我绝望胆怯无力，你保守我等候的灵，你是我的生的惊奇，因为生来在乎逃避，我软弱时，你说我要。
常的惊奇，因为山白在乎你，你是我的生的惊奇，因为你要将我经历，你是我的生的惊奇，山白在乎你，你是我的生的惊奇，因为你要将我经历，你是我的生的惊奇，因为山白在乎你，将我经历，你是我的生的惊奇，因为山白在乎你，你是我的生的惊奇，因为你要将我经历，因为你要将我经历，因为你要将我经历。